小丽，小姐，各位大家平安。这个，我来讲这个台湾历史了哈。啊，咱的历史拢别人在写，啊，乌白写一遍哈。好人来讲做歹人，啊，歹人来讲做好人。啊、所以今天有很多观念的问题要在这里来提出、哦、让大家了解、哦、这个所以说这个节目叫做正确的台湾历史、哦、这张图、哦、是台湾的地图、啊、台湾的地图、啊、怎么这里有彩色、哦啊、买到这里有彩色、啊、这边怎么都没有彩色，这当时吼，1683年满清来打败郑成功这边啊，占的地图是安尼。因为伊承认即挂有彩色的所在是伊的土地，啊，无彩色迄挂叫做后山啦。所以你知后山偌大？后山就是咱即摆讲后山是倒位，花莲、台东一带啦吼。啊，但是以前是讲哦，一个连宜兰哦，这边拢叫做后山啦，无地名啦，啊，迄个后山啦吼。啊，西龙来占台湾的时阵吼，这条是开垦的土地，平地啦，开垦啦，啊，开垦哦，有18000家的土地，荷兰郑成功甲荷兰人开发台湾有18000家的土地，其中哦。7500家吼，西龙第一家己的落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满清皇帝讲买伫台湾啦，啊，但靠啊咧，啊，这西龙讲啊，我包迄个7500家的土地，那无效咧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去个皇帝建议，啊，建议，结果皇帝。你已经讲出来嘴啊，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康熙皇帝讲这个话，就讲台湾是配太大，得到也无加什么，啊，无解体嘛，无损失什么。我已经是身价百亿元的，啊，拖卡一个10元，我要该扣，无要扣啊，啊，这是满清皇帝心态。啊，满清皇帝哪会使有这款心态？第一。满清的人口数在这1644年进关的时阵吼，满清的人口数是600000。啊，迄个时阵汉人的人口数有到世纪的6000万，吼、哦，啊，加上无到世纪的有1亿，1644年差不多1亿。啊，你得60万，60万去统治6000万的人。加你100倍的人，啊，即款汉人拢是奴隶。甲汉人奴化268年，满清的皇帝坐点头，坐268年做皇帝。啊，恁即款汉人，大家拢戆戆戆戆，啊，奈戆戆戆戆，奈只腿，我1%无到1%的人管268年，偏印度人较无记得。咱今日聊聊来发觉，啊，啊，这个是了后，即到啊1810年的时阵哦，的地图，即加一个宜兰转来啊，宜兰加入满清的国土，叫做卡马兰，即卖有一个噶玛兰迄个巴士，哦，要去迄个宜兰吼，噶玛兰，哦，满清嘛无啥介意讲，甲即块土地挂喺满清的。的领土内底，迄这个土地哪会变做满清的土地？都是五刷去开发，有计划，吼、哦，一批一批的人就来开发宜兰。啊，开发宜兰的时阵，这个都做好名册，啊，啥人有多少产，啥人有多少产，做好名册，规个名册报去给满清，满清都爱国。等2年过了，果不其然，将大家宜兰收做清国的土地啦。啊，那就过等2年，
是安怎样，那都爱等，因为哦，一个原因，诶，无人包着钱，你已经清洗已经做好啊。普通以前一个台湾哦，土地开垦起来，你开垦的，啊，你若开垦好地哦，啊，迄个变成产地吼。我讲，迄块地阮小弟的，迄个盖垃圾金，拢安尼，拢这套。啊，即马即个宜兰吼，无宜兰拢做好报好，啊，得去报直接报省的部分吼，啊，所以吼袂外国的咧吼，所以都爱拖两年，但无啥监管。第2018年提出到2018、2022年的，甲卡马兰收做完全国土吼。这是大家爱知影讲，清朝管台湾是管啊阿里不达，哦，啊，这中央有一个扣骨，咱一般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叫做扣骨，就是讲先人死去，吼，啊，过几年给啊个该扣骨，吼，啊，意思是安怎？就是讲吼，扣骨起来，该搁另外搁葬。台一个所在，哎，这咁真麻烦。迄、那个你看吼、哦，中国嘅皇帝吼、哦，都一个扣骨。埃及嘅金字塔，咁多一个扣骨，佮换起一个金字塔去，无迄个代志嘛。美国嘛无，美国拢摆规摆摆滴滴，大家拢变大个。啊，奈台湾人有这个扣骨嘅习惯，这扣骨是安怎来？爱讲。完成来拍倒郑成功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郑成功甲郑经两个迄阵已经死啊，吼，啊，台南，哦，永康乡即卖永康乡哦，郑阿廖，吼、哦，诶，一个所在台下了，啊，完成政府讲讲，嗯，这个物件吼，这两支骨头放在这吼卖，小丹宁变做反清的迄、那个。诶，即个凭借，就讲咱要反清啊，来郑成功的墓的头前，还是来救抓，还是安怎样？啊，都美其名讲，该捡起，该骨头捡起，该挖起，挖起吼，啊，甲台湾人讲，我即个挖起原因就是讲哦，伊的故乡是伫泉州，即马过去台的泉州，该落去台的泉州。哎、欸，阿人讲，嗯，安尼，敢那有道理嘞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呢，有100多门的这个明朝的大臣的，无拢个乌乌献上，哦，伊其实乌个是袂重要，就乎你无迄个凭借，所以献上来尔啦，哦。啊，台湾人在看讲，嗯，安那只乌乌啊遐乌，哦，拢是大官的后代在乌的嘞，吼、哦。哎，安尼咱嘛爱乌，都爱乌扣骨。所以这个扣骨吼，实在是真歹的习惯，咱爱了解。但是第一件在头壳内底吼，你要该洗清气吼，袂遐简单。按一项一项来讲吼，对，你就知影讲，嗯，这扣骨是无确实、无好的一项物件。这个，好、哦，这大概安尼吼。啊，郑成功离开。你无啊！伊即个政权无去了后，啊，咱后壁人要纪念伊，吼、哦，满清出甲所有电视王朝的迄个文物拢摧毁，吼、哦，拢来摧毁。啊，摧毁时阵，啊，咱台湾人嘛有讲啊，你讲安尼吼，所以起一个二王庙。啊，李王是啥物王？我爱甲你讲，对，其实是伫拜即郑成功甲郑经啦，吼、哦。李王庙啦吼，啊，即马咱也知影讲，咱伫讲即台湾话，即河南话是为倒来，吼、哦，爱甲大家交代一下。河南话就是讲伫中原地带，伫商朝的时阵吼，就是离开咱即阵差不多3000年前，吼、哦，商朝的时阵伫黄河洛水、黄河洛阳即个中原地带伫讲的话，就是咱即马讲的河南话。啊，这个河南话吼，商甲周建经《商林书》，哦，《商林书》都去
南迁去海外。迄阵什么叫做海外呢？长江以南拢是海外。哦，长江要隔一个长江吼，哇，迄真危险的，啊，就是种海外。所以即马讲葫芦话地区，唔是讲叫做闽南话，迄闽南话是家己矮化。哦，葫芦话的地区，第中国有七个省吼，在讲葫芦话，有部分地区啦，吼、哦，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海南岛、海南岛，啊，不是讲规个岛拢在讲葫芦话，是这个点、迄、那个点、迄、那个点，吼、哦，啊，先煞讲，咱的先人吼，往过这个。创作这个甲骨文，甲汉字，因为商朝到有文字出现，所以商朝离这阵三千年有文字出现，才叫做历史。啊，咱但是头壳拢讲中国有五千年历史，迄胡白讲的，哪会五千年？你有文字才三千年呢？你哪会讲五千年？还碰风两千年，迄是神话加上历史啊，你五千年倒起来，啊你无通啦，哦，所以咱即摆头壳知影讲，即中国的文化是三千年由葫芦人落去建设的，哦，啊、所以即摆客家官庙讲，甲葫芦话甲矮化，啊要甲消灭，啊电脑头讲起来，啊，这个北京话为倒来，北京话就是讲。英语叫 Mandarin 就满大人的话了哈。Mandarin 是在北京城在讲的话。北京城是过去一千年五个朝代在那边做首都，哦，辽、金、元、明清。辽是啥？耶律阿保机了哈，胡人也。金就是南北宋时阵哈。北边是金人啦、啊，金人都是大概是温州，还是胡人啦、啊，辽金元蒙古人这些胡人嘛吼、哦，明翰林，好、哦，那么北京做首都，清温州人，这嘛是胡人，所以咱台湾的学者讲这个北京话叫做胡汉语，胡人讲的汉语，胡汉语伊接受。文字是为葫芦人接受这个汉字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伊个演变，所以伊吼、哦，咱台语有十五音啦，吼、哦，吼啊，所以伊个简化变做五音啦，有四声加上轻声五音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咱的文化是悠久的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黄河洛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真侪地方，真侪所在叫做方言岛，假设方言岛都、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，就咱讲咱安尼讲啦吼，规个台湾拢讲一种话啊，但是独独有一点，就咱讲板桥这个点讲的话无同款啊，这个叫做方言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葫芦话在中国。真侪点吼，讲有伫流传葫芦话。我举一个例讲，伫新加坡，你去新加坡讲的是葫芦话，啊，迄、那个葫芦话带有广东音，迄、那、汕、個、头音，哦，汕头话，哦，啊，不，其实是葫芦话，哦，啊，葫芦话流到广东去吼，伫汕头的所在吼，啊，所欢迎。迁去新加坡啊，就是汕头话。啊，因讲做叫因遐叫做福建话啦，吼、哦，叫做福建话啦。啊，其实就是拢叫做应该正式个名称吼、哦，叫做葫芦话吼。啊，咱即马讲，咱毋是中国人，咱是台湾人。哦，啊是啥物证明你是台湾人？几哪点？好、哦，这个晚清当时占着台湾了，禁止移民呐、啊，
禁止移民啊，迄落船吼，所以你要偷渡过来，你都爱偷渡。啊，迄船无法度互你做大只，大只船的时阵爱用真侪真侪迄个功夫吼。啊，小台船，小台船吼，经过乌水沟吼，会变个。啊，我有去查乌水沟的水流的速度，吼，什么速度？伊迄差不多吼，上紧的时阵吼。渭南往北流吼，是时速30迈，就是差不多50公里啦，吼，一点钟有走50公里。啊，我看荷兰人电信讲，阮清安船位遐计拢无问题。啊，那咱台湾话有一句古早话讲，十起六死三楼一回头，十个为中国。为泉州厦门来台湾10个去，6个死的乌水沟，啊，4个到台湾了后，还阁一回头，阁一个嘛讲啊，台湾嘛歹大，阁转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奈这个乌水沟奈安尼，这原因就是禁止移民，禁止移民的时阵，你都要做小台船，啊，小台船都乌水沟你都袂当过，歹过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来拢打波。啊，来拢达波吼，转到甲皮波族吼结婚。啊，皮波族诶，迄个思想是虾米思想？伊个思想是母系社会，查某人是家长，厝个财产是交予查某。哦，这是母系社会。哦，恁唔知有听做一句话叫做诶，就。母古公吼上大啦吼，即个那阵啊讲有迄落结婚喜庆吼，母古坐大位有无？天有天公啦吼，地下母古公啦吼，对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都是甲你的即个吼家属吼，都是为平埔族来有关联。哦，啊，林玛丽吼，林玛丽是即、这个。马街病院的一个医生啦吼，伊分析，咱的血内底有85%是平埔族，哦，因为你骨内原因，你该算起来吼，第一来拢达波，吼无查某，第二食的查某是甲你带哦，带你达波做翁啦。啊！但是因无事，平埔族的人无文字，所以这个时候说来伊吃亏去啊！哦，所以要信什么？啊，都安尼啊！你要信啥？你要信陈，我嘛要信陈。啊，你是要信王，我嘛要信王。哦，所以台湾有一句古早话讲：“鹿港死一半，蛇头小鬼争。”什么意思？鹿港吼姓死的吼、哦、有一半。不是死去，死去一半，死一半。啊，蛇头萧规庄吼，蛇头这个所在吼，姓萧的人哦，规庄拢姓萧了，不是起萧哦，萧规庄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真简单的原因。你要姓啥？啊，你要姓萧，我嘛姓萧。啊，所以规庄大家拢姓萧。啊，其实甲无迄个血缘的关系关联啦。哦，这就是。即嘛，你嘛也可能拄着吼。龟砖头姓一个姓的吼，诶，这款的嘛都会丢了，哦，所以咱台湾民众吼，全甲中国民众吼有区别去，吼、哦、有区别去啊，吼、哦，咱有真侪平埔族的血统，但是国家一点，这个满清政府肃死乎你，你无一个姓袂使。啊！你要信啥？哦，啊！凊彩去捡一个来，捡一个来信吼。这个信信的由来是安怎？汉人的信息，以前春秋战国的时代吼，啊，开始讲，啊，你为倒一国来？我为陈国来，哦，你陈某某。啊，你为倒来？陈国来，啊，陈先，哦，陈先生，哦，这个。
陈啦、甜啦，拢是地方名、国名，吼、哦，地方名来做家己的姓。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传统啦。日本人嘛，同款。日本人吼、哦，在明治维新以前吼、哦，干那贵族有姓，百姓无姓、啊。所以日本皇帝这个。名字哈、哦，名字天皇哦，讲大家拢爱有姓，啊有姓我要姓啥，啊都找一个读书人，我爱姓啥，伊讲你住喺度，我住喺田中啊，啊田中先生，哦啊我住喺田边啊田边俱乐部，啊都安尼甲你呼落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日本是哦爸爸种，吼、哦，伊都是安尼来，啊汉人的姓。是因为地名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人的姓，就是姓氏啊，你别姓啥，我嘛学你对姓啥，所以安尼，来，哦，这个姓的由来，啊，还佫一个世界，还佫一个奇怪的姓，南美洲的姓，我去南美洲，嗯，啊，那因复姓 ，first name second name， 第一个名字，第二个名字，这是 name， 啊，这。这 family name 有两个，一个是老爸的姓，一个是老母的姓。哎，按那底下啰嗦，连老母的姓也都爱藏落去，因为白人吼、哦、西班牙人来占着南美洲了吼、哦，一个西班牙大伯爱娶六个某，娶六个印第安人的人做某。啊！你娶六个的时阵吼，嘿，甲阿妈伊嘛有白人某咧，所以吼、哦，甲老母的名放喺后边的时阵哦，代表你的血统有纯正啊，无纯正，有白人的血统还是无白人，到后尾就结果那代吼，拢赶快去啊啦，哦，大家拢嘛摕老爸的姓创了，啊查某嘛是摕老爸的姓放的咯，所以到啊以后吼、哦，这个不管用，不过因有两个 last name 两。姓两个姓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人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讲这姓，也阁有一项代志。我讲墓碑，咱的墓碑吼、哦，那参照阮是假吼，阮、哦、的墓碑写汾阳，嘿，这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嘞，吼、哦。啊，阮汾阳是啥意思？因为假主义是汾阳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安尼都。看起殷切的安都来啊嘞吼，啊其实呢，那有迄落代志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家己爱在讲，咱是台湾民族，毋是中国民族，无同款，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以前吼、哦、有一句话吼、哦，因为禁止查某来台湾哦，查某无来台湾，讲娶一个某，看下三先天工作。哦，你拜三先天工作都卡输，我娶一个某，哦，这个是以前的时阵吼、哦。啊，你知影以前吼、哦，都欠查某咧，啊，满清迄个寡官拢是贪官咧，啊，你呐招死查某之外吼、哦，等于趁钱咧吼、哦，所以说为中国都有招死查某之外，我、哦、这大家介绍拢真贵，啊，招死转来吼。哦到菜市啊来买这个查某，安怎买？放喺布袋内底，啊布袋口开起来。啊，你要买的人吼、哦，爱出价，要出价，然后我安用面互我看，看这个有水啊歹咧吼，无必要你看。但是你会使手落去摸，啊你摸，啊你都会出价少。啊，请问你要摸多位？有人有啥意见？摸呢？哈？啊，出去啦！啊，这一个内行的啦。迄、那个查某，不管查某查某吼，那二十岁的时候，这后枕拢也袂发的。后枕也袂发的时候，这叫做幼气的。所以，咱槟榔西施拢叫幼气的，原因在遮啦。
吼、哦、啊，懵懵懵的啊，这个又去的靠介绍，哦，也够会生啦。你卖带一个蚵仔送回来咧，吼、哦、啊，以前的人吼、哦，出去吼、哦，三十岁开始人吼、哦，都无啊，都去暴去啊，无即摆要嫁出去做啊，正水的吼，啊，若出去落去吼，哎呀，你说哎，这个无效。所以蒙气蒙喙气，即个买牛卖牛吼，买牛也牛甲马吼，大家拢爱看看喙气吼，就是当时有即款情形吼。所以当时晚清占着台湾吼，有平海五策吼，就是讲所有船只拢爱烧去。我吼，我去金门吼，啊，金门人讲，哎、欸，陈先生派人，我讲安怎来派人？伊讲吼，伊甲阮金门的树啊拢错了了，吼、哦。我讲，迄毋是陈先生错，迄是满清来错的，甲乌因乌白讲吼，就对了吼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汉人相信风水，因为相信风水，你就甲你会。诶，迄个无甲你学起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一挂代志啦，吼、哦。满洲人吼、哦、是虾米款的人？满洲人是一个当时也无文字，到个1599年，吼、哦，达封蒙古文，创作满文，其实是封蒙古文甲西藏文啦、啊。来创作满字满文啦吼，因为安尼个时阵，1644年到45年有文字，45年了后，王国不足300,000的军队入驻中国，啊，统治汉民族268年，安奈遐厉害，人口无够1%的人，有法度统治汉人安尼268年，啊，规个汉人拢是大家拢。大家拢推推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推推的原因哦，有一定有原因，吼、哦。嗯，这个原因吼、哦，这个原因就是讲，咱的头壳吸收到迄个孔孟思想，孔子跟孟子的思想吼、哦，影响到，吼、哦，就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个影响下吼、哦，予咱头壳袂清楚。啊，甲文人、修人当作文人看，吼、哦，甲修人吼、哦，明明是修人，甲看作是文恩人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了，吼、哦。这是讲斯德哥尔摩这个病是什么病？这是咧发生在1971年，咧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。在斯德哥尔摩这所在有一个银行有抢抢案，啊，强盗一支银行抢，啊，外头警察就包来，啊，强盗甲警察压着这个银行职员吼，安尼对抗5天几，无到6天啦，啊，尾手警察赢啦，吼、哦，警察赢啊，就甲这个强盗抓去，啊，强盗抓去就去法院审判。啊！审判中间，哎、欸，阁有一个查某，这个银行的一个查某，讲迄个强盗真好，甲仇人当作文人看待，吼、哦，讲迄个军真好，啊，要安怎做？伊阁要甲伊订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、这样代志吼，欧洲的这学者吼、哦，大家拢怣去，就唔知虾米病。无法度该定名，就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所以这个名就是 Stockholm Syndrome 啊、哦。啊，这个物件吼，隔当年在美国发生，吼、哦，美国发生，这是 Time 嘛杂志的封面，吼、哦。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，是赫斯特鲍系的孙女，孙女就是查某孙。啊！去用绑架，在旧金山去用绑架，去用强盗绑架，绑架去，
该要求哈，甲赫斯特报喜哦，东西哈，要求$1,000,000，人都阿塞里$1,000,000给你。啊，$1,000,000给伊了，伊讲不是，$4,000,000，佫要推食较大个，你$1,000,000出来遮尔阿塞里哦，你一块真侪钱，我甲你要求$1,000,000无够，还要求$4,000,000。啊，好啊，你要求$4,000,000嘛无要紧，我的孙女爱出来，啊，都互相都定条件，啊，买就迄江岛迄边吼，即、這個、交易无成立了。但是过三个月了，伫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抢案，啊，迄阵已经有迄个叫做录影机啊啦吼，啊，都录到这个小姐。六十七岁小，摕 AK-47的步枪，吼、哦，冲锋枪去银行抢。哎、欸，这个小姐嘛变强多、哦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拢归类一下。啊，请问，咱台湾有这款人无？有哦，这个吴伯雄都是标准的。答案啦吼，吴伯雄哦，因阿伯是伫日本时代做法官，哦，同对，哦，阿基吼国民党拍死了后吼，尸体找袂着吼，因阿婶对吧？算讲因阿姆吼，阿姆去找去甲南港桥卡去看到这个。因翁的尸体，啊，因翁的尸体迄阵哦 ，LP 去用挂起来，啊，塌咧嘴的，西装拢用白白去，鞋也白白去，啊对啊，哦，啊，大家尸体收倒来，啊，尸体收倒来，但是吴伯雄，你无去，你的树林，得搁个树林当作文林看待，这都是钓到这边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哦，这案例来解说就知影。所以，在咱台湾有真侪这个案例，哦，所以讲，即马讲一个观念问题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打败仗，跟日本战都已经都一场战役个，他但是他是战胜国，所以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安尼有透。安都袂去参照迄秘书长在讲，甲即个博士班的学生安尼讲吼，打迄落日本来弄台湾，日本的飞机来弄台湾，奇怪嘞吼。但是，这都是教育咱无够，吼啊去互乌白家的教育，甲咱会头壳烧歹去吼。即嘛真是简单一句，就是讲，伊是战胜国，但是打不仗。安尼会清楚了吼，所以为什么 ROC 也招来台湾？他是打败仗的战胜国。这假有写这个蒋介石的黄金谎言吼，伊讲伊运为上海运偌济黄金，运出来是事实的。啊，有来台湾，无来台湾吼，这个是问题啦吼。因为我捌一个我的同学，伊去互掠去黑小岛，啊，掠去黑小岛，拄着一个中国人，嘛是去互掠去黑小岛。掠去黑小岛，迄个讲吼，伊当时就是第一代迄个黄金船吼出来，为上海出来。啊，上海出来时，毋是直接来台湾。黄金船先再去菲律宾，吼、哦，啊，几工啊，搭来台湾，啊，来走去菲律宾，因为载黄金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阁听迄个陈思谋讲，即挂即个黄金矿诶，即个新店诶，倒一个山洞内底，伊有去看，啊，陈思谋讲，伊看到迄个洞吼，内底吼，拢是虾米呢？哦。金杯啦，吼、哦，银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金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里里扣扣一堆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、啊，我奇怪，啊，你奈无讲九九九的迄落贵地金条，你奈无讲？
因为很简单，那块黄金999的吼，要卖用较简单。迄阵台湾1949年的台湾吼，嘛真危险呢。那美国无个讲第七舰队来保护，嘛是爱沉呢。吼、哦，啊，蒋介石敢有要甲伊的黄金来载台湾，要来防守？往头壳、卡头乌去想，你就知影讲无可能啊，再来台湾嘛。啊，但是迄挂金杯，迄你无法度交易嘛。我即马即个金杯要卖你偌侪钱，啊，你要卖偌侪钱，无法度一声讲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干脆迄挂拢运来台湾。吼、哦，所以即黄金，咱有咱的看法，甲政府发表的吼、哦，完全是两码子事。这落后的中国人来到先进的台湾，奈讲伊是落后的中国人，啊，咱是先进的台湾人。咱在1945年的时候，咱台湾人的迄个识字率八字的吼有70%，中国人八字3%。伊讲啊，奈遐差遐多，那中国人八字奈遐少，啊，你台湾人敢有70%八字？因为咱台湾伫日本时代，你若无去读书是犯法，一定硬逼你去读书，囡仔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囡仔大家拢不字，吼、哦，啊，大人哦，伫清朝的时候，哦，即挂人都可能要唔不字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国那时阵3%，因为中国读书爱钱，爱去私塾读书，所以3%不字是正常。啊，叫迄个八三八线的人吼、哦，八二八三八线的人，管理就八七十八线的。当然，咱台湾的迄个文化等等都下降。哦，啊，台湾的国民所得，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亚洲第二高。哦，啊，中国的为后壁算起来，可能甲印度超有拼啦，安尼啦尔。哦，所以这个是。黄金吼、哦，咱的时间无偌济吼。汉民族弱化吼，啊，甲迄个儒家有啥物关系？吼、哦，因为统治者一希望啥物代志呢？我即是汉武帝吼，伊、哦、想讲，伊要安怎甲伊个王位传互因囝，传互因孙，传伊干阿孙。恁大家爱来甲拜，所以当时吼问一挂人，啊，伊个一个大臣叫做董仲舒，伊讲吼爱来拜孔子，孔子上好。伊讲好在倒位，伊讲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是孔子的理论。啊，这点算好啊，啊，这点我对我王位有啥物保障？伊讲六位的老爸，我一个老爸啦尔。哎，对，啊，你对老爸的精神，就是对皇帝的精神。伊讲安尼对啊，安尼你要安怎保护我？伊讲你这个王位呐，虽然讲死去，但是你刷落一个一个王起来，第二个叫恁囝做王，啊，恁囝三岁嘛都爱甲你拜咧。所以这儒家的缺点在遮，啊，儒家这个缺点吼，就是讲。好你吼、哦，干阿对君王效忠，加上一个一个科举制度，科举制度干买，选贤与能哦，选啊你有学问，才甲你选起来，安尼干买，表面听起来真水嘞，但是歹在倒位，题目我要考试的题目，干阿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四书五经》。啊！你读四书五经，你就会用升官发财。哦，所以咱即马有法度解说一个问题：汉民族全原地踏步，哦，地球是圆的、扁的，拢无要紧。哦，唔知啊，地球晒太阳嘛，唔知啊。哦，啊，人迄个海图画出来，汉民族海图画不出来，无法度通画。哦，
到到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人荷兰人迄阵对这个对人讲吼，阮两个荷兰兵都发都拍败50个中国兵，这差真多咧。你若做了讲差10%，差20%吼，差25倍。我昨就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有一个空城计，空城计就是说我放空城，那个司马懿看到空城又退兵出去，司马懿退退，如果说你的兵力是赢过他25倍，我插插你空城里面埋伏多少人，我跑给你落去，人给你进去绝对赢你嘛，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汉民族因为头壳僵化，这个1000年来有10万的人得到功名利禄，就是中到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甚至状元，有10万的人。这10万的人拢是社会精英，这个精英全头壳拢得45斤，这个该进步未？未进步。原地踏步，所以说这汉民族为什么落伍的所在在这里，哇，这时间已经没有，这是说台湾的那个很多我们台湾民族应用都去用叫做土匪，清朝的时候我们有注意桂林双门地条村，日本时代有淡水的干大赛，瓜地好，中部瓜地好，这南投跟屏东的林小鸟，这是抗日三命啦吼。客家民族英雄有吴汤兴、徐湘、江少祖。这江少祖即马要去找伊的祖厝，也阁有一个江仔，吼。真侪啦，咱真侪即挂人吼，拢无该讲好啦吼。什么叫做好兄弟？好兄弟吼，咱在迄个在台湾吼，真侪即个中原普渡的时阵吼，爱去拜好兄弟。啥人是好兄弟？第二人，我来讲吼，一挂人吼死在路边，毋是一个人吼，一个人若死在路边吼。伊用一挂人死喺路边，挖一窟家抬抬落去，专等边啊家起一间小间啊庙，叫挖只个关啊，庙，迄个庙叫做啥个？幽燕宫、大梦宫、霸四爷，即台湾位南到位北拢有啦，即挂叫做好兄弟。其实即挂好兄弟就是对抗统治者，牺牲性命的人。所以跟咱即阵的认知有小可差异啦。我倒头来讲个，那帮助统治者去颠倒去用台血，即挂人叫啥？即挂人叫移民啦。所以我伫我文章写讲哦，即个帮助统治者，我21世纪甲你讲，即毋是叫做移民，即叫做不义之民啦。结果真侪人来反驳，尤其迄个客家人甲讲安尼毋对，我讲嘿，你莫拢咱要做了别啊，毋是干那客家人来呀？泉州人嘛有移民庙，漳州人嘛有移民庙，客家人嘛有移民庙，原住民嘛有移民庙。不过到甲即阵，村内庙吼，拢乡下无亡吼，干那。客家人即摆也搁在拜，所以到有一日客家人清醒了，才知讲去拜这个移民庙对台湾并无利益个。这因为时间无多吼，我即摆来讲吼，讲一个鸿门天地会吼，因为咱即个讲这鸿门吼是敢那外来吼。诶，迄个帮派，
其实红门是咱为台湾开始，吼、哦，为这个一个叫陈英华，陈英华是这个陈成功的算讲真相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来设立一挂规矩，吼、哦，伊讲吼奇怪，满清来统治中国吼，奈遐尼顺利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顺利的原因就是用个钱，用个官位，甲汉人的官员来买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卖甲钱，我让你下做什么官，吼、哦，吴三桂就是安尼去用买去，吼、哦，啊都，啊，所以讲，但是什么人无法度让你买，基层的基础大众无法度让你买，啊，无法度让你买的人吼、哦，所以伊就要组织这个无法度让你买的人吼、哦、来做这个红门天地会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发明一套方法，吼、哦！你伫行路，你伫讲话，你伫碰杯啊，就知影讲，你是我的兄弟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这是有一个证明啦，这布置在地点啊，内底吼，放一个地锅，啊，一个地杯，啊，外口佫放一个地杯，安尼啥意思？有意思滴！伊是要找人吼，你若准啊讲是红门的人，你就甲物件囥喺内底落去，甲即块杯甲搬来内底吼，啊，就爱讲吼，哦，牧羊城内是乾坤啦吼，意气全凭一点通吼，今日义兄来拷问，莫把红缨当外人，就知影讲，你会晓甲杯啊囥喺内底？咱是共的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、一句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这有真多啦吼、哦，这有真多啦，这是譬如说讲，这是茶啦，啊这水啦吼，吼、哦哦，你都爱甲这个水吼、哦、泼稀上啊，添茶落去，换红茶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甲清水化去，泼稀上，卖挖满清啦吼，哦等等吼，即、哦、个。这咱无时间通讲吼，讲即寡即个红门吼，啊红门出来，即个满清政府吼，都感觉讲，这个为基础该抽起吼，安尼袂使，所以乾隆皇帝吼设立一个帮派，叫做青帮。青帮是挖满清的帮派，哦，啊，挑工甲一条漕运，一条运河吼，漕运迄拢得运盐的吼、哦。你青帮的人在使，即个加头路就对啦，他们也咧搬运吼、哦，所以青帮。结果你知蒋介石是参加什么帮？青帮吼，迄、哦那个廖别帮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知孙中山参加什么帮？孙中山参加红门，孙中山就利用咱台湾的这个陈英华诶设起来这个红门天地会，吼、哦、啊，传到美国去，吼、哦、啊，伫檀香山就是伫夏威夷的所在，吼、哦，伊就成立什么兴中会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同款这个物件，吼、哦、啊，红门的人见到面握手，吼、哦，跟他握手都。有记好滴，我阿一个手互你看吼，我你阿手照我这方式，你个隔壁后壁啦吼，啊来，有记好你无？你照阿你几个个阿一个，有无？阿你团结阿你好，别个人阿拢知啊，这个叫做啥呢？我的阿手吼。已经传达一个讯息给他，我是红门的人，按你按，我按你按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啊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外面人看不到，哦，这红门的兄弟，哦，就是按你，哦，啊，杯子捧起来，也不一样，按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？
我是老大，坑人家，我不是老大，我坑人家，好、哦，哎就不要提起来，那你就水灾啊，好、哦，啊一个手就水灾啊，好、哦，这都是陈年华说阿里写的，咱今仔日时间无多，时间也够啊，吼、哦，啊讲阿只吼，啊谢，各多谢大家。起立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